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卷二啊，65页，看到这个牧牛师依法的第九个啊，云何之安稳处啊？这个是稳啊。那他说，知所住处。所修行的地方，没有虎狼狮子恶虫毒兽，比丘亦如是，知四念处安稳，无烦恼恶魔毒兽，比丘入此则安稳无患。那么这个所住处，那它这里主要是所谓的心所住啊，心所住处就是你的心要从哪一个下手处去修行。那么所住处还有一个啊，在佛教界里面也是，就是佛陀的规定也蛮重视的，叫做身所住处啊。所住处有身跟心啊，这个所住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所谓的心所住处是四念住。住就是安住，那我们的心要安住在哪里修行啊？其实是这样，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心啊，那么要安住的地方啊，大家不一样啊，有的安住在苦行，有的安住在佛号，有的安住在咒语啊，那有的安住在经文，有的安住在忏法啊。那么佛法告诉你，你那这个可以是前方便，但是你最后要安住的地方，一定是无常无我，一定是缘起四谛中道，一定是这样。那么四念处基本上它就是教你要安住在身心，观这个身心的不见无常无我啊，其实是这样。那么最终都要归到无我来啊，所以心所住处它这里所谓的叫做四念住，念所住处啊，就是你的心念啊是四念住。那么如果身所住处，这个戒律里面也有规定，佛陀也有规定啊。那它通常是两个啊，一个就是无难处、无妨处啊。那么戒律里面都有啊，就是主要是两个，无难处、无妨处啊。像这里经文讲的，没有狮子、老虎这些的啊。那这个是身所住处，无难处、无妨处。那么难处主要也有两个，哇，这个有水流出来。难处主要也有两个啊，一个是命难，一个是犯恨难啊。这个难处主要有两个啊，命难跟犯恨难。命难跟犯恨难，所以像戒律里面有规定啊，像四分律里面就规定，比丘自求作屋无子啊，就是自己呀要去建房子修行啊，那么自求作屋啊。那么为自己要去盖一个道场，那么应将与比丘子受触手，就是说你应该要让其他的比丘去看一看你这个地方无难处无妨处，就是说没有命难没有犯恨难啊。那命难当然就是啊，
那么对你的生命没有威胁的啊，在山海边啊，在怎么样啊，老虎狮子啦、有盗贼啦、那么这些啊，你还没修行就死了啊，这不行。还有啊，就是犯恨难啊，就这个地方啊，你不容易修行啊，就是你有不能亲近持戒的啊。那另外有一个就是防处妨碍，就是防道的啊，就是妨碍修道的啊。那么防处基本上第一个，你托钵乞食不容易啊，那个也会妨碍。那么你在市中心太浪太吵啊，没有办法极静，不是极静处，不容易修行的那个也防道。防道啊，妨碍你就是障道啊，妨碍你修道。那这个基本上是所谓的身住处。那他这里没有，他这里啊没有狮子老虎，这个其实在身住处里面是啊那个难处啊。那或是一般来讲啊，你既不应该在市中心太杂草，你不容易修行，防道啊，妨碍你的道业了。那么第二个也不容易在深山里面，那个托钵都托不到，你去托个钵回来都一整天了、那你还要修什么行啊？那个也防道啊，就是障碍你的修道。所以它基本上在极静处、阿兰若处，就是它离市中心不会太远，又不会太近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你的身所住处啊，它这里只讲心所住处，就是四念处啊。但是佛法里面啊，很明显的。佛法里面很明显的，它基本上啊，所住处啊，安稳，基本上身所住处无难处无妨处，心所住处就是这个法可以令你趋向解脱的啊，心所住处这个法，那么基本上向你向就是，所以叫做念住嘛啊，四种念住，心所念的安住，心安念啊，安住的啊的这个所缘啊，就身受心法。那基本上不离开身心了、身它依然啊，身有三种嘛，我们说四念处身有三种啊，一个是观察这个身体的不净，这个是对治的。那么不净观里面主要是有两种，一个是对治的，一个也是分析你身体有32种身分或31种组合而有的啊。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观察啊，出入喜。啊，另外一种就是观察行住坐卧啊，那就是培养你的觉照的心而已啊，先有觉照的心啊，因为这个很容易啊，你行住坐卧，你一天都在行住坐卧，修行基本上第一个就是你容易就是你不用说哦，还要去到哪里去到，你这样就可以观，你随时都可以观，随时都可以取向啊，你的呼吸也可以坐下来，你呼吸长呼吸短，行住坐卧，你走的时候。啊，动的时候啊，那么都可以，就是它没有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处所、一定的条件，没有。它的条件就是你的心要觉照，就这样而已。所以修行其实没有那么难啊，就是时时培养你那个觉察的心啊。那觉察了啊，有贪执有贪，观你的色受想行识啊，色就是。啊，如果你贪心比较重，就不净观嘛。如果没有，你就分析啊，你对我执比较重，我爱比较重，就是不净观嘛。我见比较重，就观32身分嘛。啊，这是只有32种身分啊，那因缘和合而有的啊，那一一看啊，没有实际上有的啊。那受就是如果分别来说啊，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如果啊。总的来说都是无常无我，身心都是无常无我啊。那受，那么对治的讲啊，对治的讲跟根本的讲啊，前面色身对治的讲啊，不净观啊，那根本的讲它是缘起的，32身分和合的啊，那四大及四大所造的。好，受来讲啊，对治的来讲，观受是苦，对治的讲观受是苦，因为我们会执着那个乐受啊。那么根本的来讲。啊，受有所谓的身受跟心受，啊，那么身受会引发这个心的这个受，那么受主要有苦乐舍，苦你就生贪，苦你就生嗔，乐你就生贪，啊，不苦不乐你也不觉知啊，那个就是痴。好，那重点在有受的时候，苦受的时候你要觉察，这个是苦受，那么苦了，我因为苦生起了嗔，有嗔痴有嗔。
那么因为乐升起了贪，有贪之有贪觉察，然后就要控制啊，让这个苦，让这个贪跟嗔啊调伏啊，控制不让它扩大，不让它心不相续啊，所以这个时候就生苦患，心不苦患啊，生乐心不乐，生苦心不苦，然后调伏这个烦恼，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我们在修四念处，因为这个随时都有，我们随时都有境界啊，随时身心都会有境界，那么你就随时可以修行啊。那这个其实是不难。那因为我们习惯啊，习惯就是心往外啊，那只就是绑在名号上，绑在经文上，绑在咒语上啊，绑在忏本上啊，绑在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上面，所以你没有去观察你的心。现在你修行四念住啊，就是心所住处啊，这很会木牛的人啊，就是你很会修行的人，他基本上他就知道。其实根源都在这个心，造业在这个心，苦乐在这个心，果报在这个心，轮回在这个心，解脱也在这个心，啊，你好好想，你就会知道，其实修行，因为我们以前真的就是啊，这个穿佛法的衣服，那修外道的行啊，都是什么叫外道呢？心外求法叫外道，啊，在这个心之外，在这个心之外。你去修法，去要知法、修法、入法、得法，没有修法、入法、知法、入法、得法、见法，都是见这个心、知这个心、入这个心啊，基本上都是这样而已。那你了解了之后，你就知道啊，什么叫做啊所住处、四念处、身受，然后身跟受，受是心的一部分，受想行识都是心的一部分啊，心意识。受想行识都是心的一部分，那你先观这个受，因为这个受有苦有乐，苦乐是我们最在意的，那么你从苦乐舍里面起贪嗔痴，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习惯，那所以你要从这个贪嗔痴里面，第一个要先觉察，第二个叫控制，第三个调伏，然后才能断除，那么断除一切的贪嗔痴，你就超越，基本上是这样的啊，这个是修行的过程哦啊，这个我们要，其实这个不难记，而且你要常常把它放在心里面啊，你修行就是修这个啊，不管你讲的多玄奥啊，那么你讲的啊多深奥啊，啊那么什么中观为师如来藏啊，什么不败啊，不管你讲什么啊，讲到最后你都一定是修行要归到这边来，心一定都安住在这边来啊，所以守住处嘛啊，那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佛陀说你一四念处你就可以得解脱。啊，因为他就是观照五蕴身心，他就是观照五蕴身心，最后一定要照见五蕴皆空，就这样而已。所以观心无常啊，从无常入无我，因为心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受想行识都是心的一部分，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识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啊，根尘和合生识，根尘是和合生处，有这个心所，心所嘛。啊，那么这个心所里面，你看，其实它是心所是属于心的，心所是属于心的。那这个心，它基本上就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啊，你眼看见这个东西，它也是不断。那我们为什么会认识？因为这个刹那下面，前念后念相续，前念后念相续，所以我们就认识。那认识。那你会思量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成为你会思考啊，由认识这个境界而产生心，产生种种的思考，所以后来就有所谓的心意识。好，就我们稍微讲了，先讲一下这个四念处啊，因为四念处蛮重要的，而且是我们修行很主要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发现北传的佛教徒大多数没有啊。就修行很用功，但是都没有修到那个真切点、关键点啊，所以就是产生的作用不大，所以一直在起烦恼啊，一直在造业，一直在受苦，又因为苦起烦恼啊，所以你现在要知道这个心所安住的啊，那后来观心无常，那么从无常入无我，所以法就是身心，一切法就是十二处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啊，那法就是五蕴，就是六处，就是六界，
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了啊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啊，观法无我，一切法无我啊，在这个根尘世合合相应所生的一切境界心心所里面，其实是没有那个永恒不变的自信啊，没有那个真常心，其实是没有的。那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啊，你就容易趋入无我，得解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身要安住，心才能安住。因为我们身心是互为影响啊，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其实啊，那么没有从这个地方去看啊，确实身心是互为缘起。我们说缘起啊，缘起主要心跟身跟心互为缘起啊，身体的苦会导致心理的苦。心理的苦会产生身体的病变啊，反正就是这样，身心互为影响啊。那你很难说不受影响啊。我有一次在做治疗的时候啊，非常痛，非常痛。我一直在观怎么样身苦心不苦，心怎么样不受身影响，很难，好难啊，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已经很努力在观了，怎么样这个身心辛苦身不苦呢？身苦心不苦呢？我的心跟身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但是你很难不受它的影响，那么它有一个程度，到一个程度你很难超越，所以到最后有一些据说了哈，有一些阿罗汉在非常苦的时候要入灭受想定，受跟想那个受啊，那个受有苦受有乐受，它很难不影响这个心。但是在当你的心越来越有力量的时候，你受它的影响就比较少啊，所以在比较小的痛的时候啊，我可以看出这个痛。然后不受他的影响，心还很平静。在非常大的痛的时候啊，当然这个要慢慢训练了啊。那我们都是借由在痛的时候开始，在怎么样身跟心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让我们的心更有力量。那但是身心是互为缘起的，你很难完全脱离的。你入了禅定，那当然你打雷都听不见啊。那你这个身体痛也没有感觉。啊，那如果但是你一出定，它又有了，身心互为影响，啊，那你入定的时候打雷都听不见，你没有入定的时候，有人拿一面锣在你耳边敲敲，你也会烦，啊，你不可能说哦身受心不受，哎，很难啊啊，像小的力量啊，就小的苦可以，那大的苦那要看你的心力有多大，那当然如果证了阿罗汉，心是完全不受影响，心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虽然不受影响，他这个身有时候也顶不住，啊，所以你看梦木建连被打到头，那个都很痛了，啊，然后他基本上身也没办法，啊，然后他就说我要入涅槃了，啊，这个身体已经坏了，啊，他不受影响。舍利佛的弟弟优婆仙啊，被毒蛇咬到，那个也很痛，全身发毒，但是他的心不受影响，这个就厉害啊。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啊，但是你就是要训练。啊，就是在什么时候训练呢？因为在我们苦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发现啊，这个东西好苦。那你有没有升起嗔恨心？啊，那这个比较容易发现了。那如果你在快乐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发现了。快乐是暖，乐是暖结啊，所以不容易发现啊。那但是如果你也能发现，我在热的时候起贪了，我在苦的时候起嗔了，那么先训练这个。我告诉你，真的修行先训练这个。那苦乐的境界经常在我们的周遭发生，啊，那像以前的祖师大德说，最难修的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平常没有什么境界啊，平常就是清醒打坐就这样了，啊，但只有一个境界他比较能够守护他的心，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会起贪爱，啊，那这个我也观察过，实在是不容易啊。但是你每次你都观察，每次你都观察，真的修行就在这里而已。你每次都观察，每次都观察，那么知道你那个也有受，那个也有受。那么好吃不好吃你知道，但是贪不贪你也知道，那知道了你就要控制啊。那没有贪你知道，那知道你也清楚为什么没有贪，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修行就在这些地方修行而已，真的。你如果听进去了，你今天回去啊，你天天都这样做，一阵子过后，你就会发现，佛法真的是甘露，真的是清凉。真的啊，这种东西其实就四念处嘛，身受心啊，心受是心所有受想行，心所有受想行，受跟想，
受就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身受跟心受的问题。想，想主要是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跟我见相应的。欲想、会想、害想啊，跟我爱相应的啊啊那啊那么这个我们先讲这个缘起啊，身心互为缘起，心跟境互为缘起啊，自跟他互为缘起啊，那自己影响别人，别人影响啊啊，当然这个自他也在心境里面啊，但我们只是这样比较容易分，身心啊互为影响，心跟境啊，不好的境引起我们不好的心，好的境引起我们好的心。啊，那身体的状况又影响我们的心，心又影响我们的身体状况啊。那么自己影响别人，别人也影响自己啊。那基本上是这样啊。那么如果你功夫厉害了啊，你可以影响别人，但是你可以给别人好的影响，但不受别人不好的影响。那如果不好的话，就是你受别人不好的影响，但是却没有受别人好的影响，就是你专看别人不好的。专因为别人不好的生气，但你因为别人好的喜欢，但你也没有学习别人好的部分，就是你只受别人不好的影响，啊，没有受到别人好的影响，啊，那这个是烦恼比较重、比较愚痴的。比较有智慧的人，自己不受别人不好的影响，而且自己会给别人好的影响，啊，就这样。而且力量大的人，一个人会影响很多人。那么烦恼重的人，一个人受很多的影响啊，看这个也烦，看那个也烦啊，看到这个也讨厌，看到那个也讨厌，我们就这样啊。那么有力量的人不受别人影响啊，那我们要渐渐先做到不受到别人太大的影响，那也不受到太多人的影响啊，只受旁边几个比较重要，因为不能不受影响啊，比如说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啊，你的母亲生病，你的父亲生病。啊，你的小孩不用功啊，喜欢玩，反正这些你也很容易影响啊，反正这些的。但是你要尽量做到不受他的影响，如是知，如是知，如是事，如实知。啊，如是事这样的事，你如实知，一切缘起的，你的心很难不动了，但是可以渐渐做到不动，像二十一耳，六路处常对，不能动其心。啊，那因为我们习惯了，习惯的修行就是要感动。啊，非常感动哇，好好听哇，好庄严哇，好殊胜啊！反正就这样，都情感的震动。不是修行，不是要感动，修行要什么？要不动，极静，极静不动才能清凉啊。可是我们习惯了，好，就是要追求那一种感动，哇，看得很殊胜，听得很殊胜啊，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人家对你很好，感情用事，情感用事，我们习惯这样，这样不好。就是你要训练哦，真的，这个是。这个都是修行的心要啊，你要训练啊。那你知道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修行啊。其实不难。那我们说到啊，就是自他影响，然后心境的影响，心容易受到境的影响啊。你看见一个大便，看见一朵花，你很难不讨厌大便；你看见一只苍蝇跟一只蜜蜂，你很难不讨厌苍蝇啊。但是你要去除掉这个，因为这是习惯性，因为它对你有害。你认定它就是脏的，但是对一个农夫来讲，大便它是肥料，大便是肥料啊。那么对一只苍蝇来讲，大便是一个好地方啊。那其实，所以每一个人的境界其实是不一样，他的需求不一样。那你从中了解，一切都是缘起的啊，是心因缘生嘛。佛法常常讲，这个说一切都是无常有为，心因缘生。啊，这是佛陀经常说的啊。那么你要去了解这些一切的现象，一切的境界，那境从哪里来啊？境本来就在这里啊，大便本来就在那里。那你不要去执着它，你就知道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有大便啊。那每一个大便，再漂亮的人拉出来的大便都是臭的，都是脏的。那么这个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再美丽的人，他如果起烦恼，他的心就是脏的，所以华严经叫你大小便的时候要怎么样，当愿众生弃贪嗔痴。你就要想到，你看见大便，你就想到，哎呀，一切的众生的贪嗔痴就要像大便一样啊，那么都会让人家嫌弃，然后自己也污染别人啊。那希望一切的众生啊，希望一切的众生啊，那么
丢掉大便的心，就好像要丢掉贪嗔痴的心一样。你看，大便就让你升起善法了，有没有？你依这个大便为缘，就升起善法了。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技巧，就是说你修行的技巧，你那个心，你那个心啊，所住处，那所安住的、所执取的是什么？好，那这个是自他心境跟身心。那么身会影响心，有修行的人心不受身的影响，而且心能够影响这个身，啊，比较能够影响这个身。那么有修行的人心不受这个境的影响，而且能够转境。不但不受境的影响，还能转境。有修行的人自己不受别人的影响，不但不受别人不好的影响，自己还能够影响让人家变好，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啊，那这个是从缘起的角度看有这三种影响。那么从四念处来看，啊，我们来所住处来看，啊，身受心，啊，你看哦，四念处身受心法，啊，我们来看身受心法，这个是心所，心所里面有受想思，啊，那主要是受跟想，啊，思已经是要造业了，啊，那么思还是由受跟想来的，啊，那么受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么起贪嗔痴。如果你有智慧的，你在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如是受如实知，它就是如是如是而已，如是受，如实知，如实知什么？如实知此是苦，此是乐，此是不苦不乐。我有贪，我有嗔，我有痴，我控制贪，我控制嗔，我控制痴，我调伏了贪，我调伏了嗔，我调伏了痴，我无贪，我无嗔，我无痴，这样。啊，其实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记起来，我告诉你，修行不是难事。没有那么复杂，复杂的都是你想的太复杂，你修的太复杂。其实佛法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好，那你看哦，啊，那这个受苦身受心受，你都是如实受如是受，不管身受心受，那么你如实知，那么知如实知，基本上就是知道第一个知道这个受，受是怎么来的？受上面是什么？处。从缘起来讲，受上面是什么？受上面是处，处就是心所，就是受想行这心所，啊，那处，处上面是什么？受上面是处啊，处上面是什么？处上面就是根尘世合合，行识名色六路处，有没有？六路识六路处，就是根尘世合合才生处，根尘世合合才生处，啊，所以这个处基本上就有受想识。那所以这个受其实就是处心所里面的一个，那处其实是根尘世合合的，那你就知道受是根尘世合合的，那根眼根啊，尘眼根跟色尘，耳根跟身尘，沿着鼻子舌意对色身香味触法，杂含经说这个叫黑牛跟白牛，啊，不是黑牛系白牛，不是白牛系黑牛。什么东西是他的主导？心，欲贪的心，欲贪的心才是他的主导，让根跟尘，干根跟尘，那么产生什么？产生爱取有，所以行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有没有爱取有？然后有就有业了，就流转了，就生老病死又变劳苦了，啊，就这样嘛，这缘起的东西是这样。你都要常常想，而且你要很熟，啊，要常常自己常常这样念，我也是这样常常念的，我才会这么熟，啊，就常常这样想，一到清净就想，就想就想，然后贯通会通，啊，先法跟法通，啊，五蕴六处，啊，六界十二处十八界缘起要通，法跟法要通，然后法跟心要通，啊，就是那我平常起这个心，哦，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要跟你的身心结合。你的法一定要跟你的心通，通完了之后，你能够用很流利的、很顺畅的、很平实的别人说的话跟别人讲，让别人也懂心跟心通。啊，要慢慢这样做啊，那你自己都不通啊，你自己都不懂啊，你自己平常烦恼起来，你都没有觉察啊，这个受在哪里？受就是你的受啊，还有什么受啊？啊，你天天都在受，可是你又不晓得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受，
我为什么会受这个苦？第一个，什么是苦？第二个，什么是受？第三个，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好，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讲啊。第一个，先知道那什么是苦，苦从哪里来，苦因是什么？第二个，那什么是受？苦是一种受，身受心受。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会有受？第一个问为什么会有苦？真的，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都很重要。第一个，为什么会有苦？第二个，为什么会有受？第三个，什么是我？我受苦。哎，你看这三个问题呢，三个层次呢。好，那你看哦，四念处其实也是这样观而已啊。好，那你看哦，所以他这个受有身受有心受啊，那受之后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有舍。那你会不会起贪嗔痴？就在于你是明相应跟无明相应啊。明就是无我相应的啊，无明就是烦恼相应的，我见我爱相应的。那么我们先不要讲我见我爱相应，就讲贪嗔痴相应。贪嗔痴从我见我爱来嘛，应该是这样讲：我见无明嘛，我见生我爱，我所见我所爱啊，所以我见我爱，它是合在一起的。我爱一定由于我见，我见一定生我爱。那么我见我爱，所以无明为父，贪爱为母，而有众生。无明所父，爱结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是本际。啊，无明不断，爱结，无明不尽，爱结不断啊。那么这个此因灭矣，一因相续，讲的就是什么？你的苦到底从哪里来？啊，那基本上你先了解，然后你知道，那苦是一种感受，有身受，有心受。那么我现在如何受这个苦？苦哪里来？受怎么来？我又是什么？哎，因为这个是很常有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是要这样去想，真的，你每天都可以这样观。你每天都去看见身心的变化，心跟境，心随着境在变化，身心不断在变化，心又随着境在变化，自己又因为别人而变化。啊，为什么缘起啊？无常啊！啊，那你每天都看到这个东西，可是你每天都不会关照。现在你拉回来，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你越看越清楚。虽然你还不知道，虽然你的知识上知道无我。但是你的实质上还执着有我，但是没关系，这个就是从有漏到无漏，从闻思修到正所成，从闻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到正所成，真的啊。那如果你过去有宿世慧，一下子就容易了；如果没有，这个就是培养你下辈子解脱的宿世慧，就叫做善根，就叫做解脱善根，这种修行就叫做向解脱。啊，真的，你要好好想。我现在想的是很重要的，尤其特别是出家人，啊，出家人不知道佛法的所在，那么就是我们说都是修外道法比较多，就是跟观察你的身心，了解你的身心，照见五蕴身心没有关系的。所有的修行，只要离了对五蕴的观照，对身心的观照。没有解脱可言，没有成佛可言，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你的轮回，就是因为你我见我爱，执着有我，从执着有我里面对所爱的产生自体爱、境界爱，由自体爱、境界爱里面产生种种的烦恼，由种种的烦恼造种种的业，由种种的业感召种种的果报身，由种种的果报身有生死，由生死之中有种种苦，就是这样，这很清楚哦。你要很清楚这个东西哦，就是你整个身心的过程，整个生命的过程，你要很清楚，很熟，非常熟，比你家的住址还熟，比你自己的电话号码还熟，比你念自己的名字还熟，你必须要这样啊。那所以你只要这样训练久了之后，我告诉你，你一定向解脱啊。这不是我保证的，这是佛保证的啊，那一定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身受心法。啊，这本来没有要讲这些的啦，顺便讲啊，就如是受，如实知啊。那么心，你看这个心就包括受、想、行，那是它以受为代表。那么想就是什么？
从我见来讲，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从我爱来讲，欲想、会想、还想，三不绝嘛，这佛法里面说的嘛，啊，其实就贪跟嗔嘛。那贪跟嗔就会思，就会害，就思啊，想啊，三不绝啊，欲想、会想、还想，这个是《阿含经》里面常说的了。其实就是贪啊，那么然后害想，害想其实就是你想要加害的，有思的部分啊。那么基本上贪跟嗔，然后那么你这个害是由于会，由于贪啊，就好像你要吃那动物的肉。啊，你贪他的肉，你必须要把他杀死；你贪他的钱，你要害他啊，反正类似像这样啊。不管你，或是你很生气他啊，这蚊子叮你啊，你要打死他啊，反正类似像这样的。欲想、会想、害想，这个是跟我爱相应的，跟我见相应的，就是我想、人想、众生想、受者想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你要仔细想，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核心哦。你要仔细想，然后你在静下来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你坐下来一个人的时候。甚至你上厕所的时候，你要睡觉前的时候，你都可以仔细想一想，身心是怎么一回事，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的烦恼又是怎么一回事，我的苦又是怎么一回事。你要看到这个东西哦，这个很重要，啊，其实如果现在如果大多数的出家人都可以这样拉回来修行，我告诉你，啊，那先不讲解脱不解脱，那么一定都是向解脱，啊，那么你过去有善根的。那么很容易就得解脱，啊，那如果是菩萨道的，他很容易得无生法忍，啊，那如果没有啊，那么这一生就是累积善根，下一生再来，啊，种熟脱嘛，佛法就是先下种嘛，你都没有善根，没有下种啊，那你看我们这一生这么修行，这么努力出家，抛弃了父母啊，抛弃了享受，抛弃了一切，啊，那求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啊，要好好想。啊，不要浪费了，真的浪费了一生，啊，而且不是这一生这样，你这一生习惯这样，你的下一生依着你的业，因为你都在外道中造业，你都是外道心、世俗心，你会跟外道相应，跟世俗相应，跟外道相应，跟世俗相应。你久了久了，你的心在哪里？这一辈子的心在哪里？你下辈子的业跟缘就在哪里？心业缘嘛，我常常讲。此心此业此缘，你的现在的心在哪里？念住是哪里？念住啊，念心安住在哪里？你的心是念住，心拉回来安住在五蕴身心中，身受心法。你的心现在安住在哪里？你所谓的修行是修在哪里？下手处在哪里？你往这个地方，你的钻头钻在哪里？这个地方有油没有？有水没水？你一直钻，一直深入，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啊，那你一直深入，这个地方底下有油田，你钻出了，一直钻下去，它就会冒出来。没有，你钻到地心里面都没有，啊，那所以你的心在哪里？你的业心就是业所造作处嘛。那心在哪里？你的业就在哪里？业哪里？果报成熟就在哪里？你的缘就在哪里？啊，你外道缘多，你就容易跟外道相应。你一下辈子容易遇见外道，容易认可外道。你跟世间缘多，世俗心嘛，啊，那世俗心多，你下辈子就容易在世间，你跟世间相应，是相应嘛，心相应的问题啊，啊，真的，这我们要好好想啊。然后我说这个都是语重心长的话啊，就是说大家要好好想。好，那么心啊，所以后来要观什么？观心无常。它这是一个关键啊，心无常，然后法就是身心合合的无蕴，十二处它是一切法啊，一切法啊，那么都是什么无我的啊，那基本上是这样，还是四念处啊。今天重点不再讲这个了啊，讲多了啊，没关系啊。好，那这个也蛮重要的，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啊。好，那么这里叫做无难处、无妨处，无难处、无妨处就是什么啊？就是身心都没有难啊。身所住处无难处无妨处，心所住处是四念处，身受心法啊。那好，啊，这里我们再往底下看，所以他这里讲啊，知牛是知，知牛，他说知四念处安稳，无烦恼恶魔啊，毒兽。比丘入处则安隐无犯，啊，你看这第九个
善于牧牛者，善于修行的人，知道怎么修行的人，会修行的人，有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把心安住在身，观照身心上面。观照身心什么？无常、苦、空、我。这阿含经说的哦，蕴相应，蕴相应，第一经，第一经，杂阿含蕴相应，五蕴相应，第一经就是观照，观照身心的五蕴的无常、苦、空、我。你看哦，你看它多重要，放在第一经啊，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四念处，张开来其实就是四念处，观照五蕴身心的无常、苦、空、无我。那如果对自想的就讲不净好。第十个现在来看第十个了第十个是有关于自己跟僧团以及现在跟未来的东西他说云何牛乳要留一些牛乳因为我们养牛会挤牛奶尤其印度人大部分他不杀牛他也不是不杀牛他不吃牛肉但是他也杀牛杀牛什么祭祀他杀牛是祭祀杀完了放血然后他不吃牛肉但是他也杀牛但是他平常养牛是养取那个牛奶他不吃那个牛肉那这里讲到他说牛乳是要给母牛留一些奶做什么养小牛那什么意思呢独母爱念独子故云乳就怀孕的这个哺乳类的动物都是这样的哺乳类都会这样小孩子的出生要靠母亲的奶那么以牛产乳故独母欢喜那么你把他的牛都你把他的奶都挤完了可是他什么时候有奶他什么有牛乳就是他怀孕的时候他就会有牛乳他生小孩的时候他就会有牛乳但他牛乳他的牛乳是为了要哺育小孩的平常他没怀孕的时候他是没有乳的哦平常没怀孕是没有乳的然后所以那他的牛乳是不是要喂养他的小孩你现在把他牛乳都挤干了他小孩没得吃那所以那第一个独母欢喜就是牛的母亲母牛会欢喜第二个牛的小孩也有牛奶喝可以长大不解一直会有 小牛嘛牛主及放牛人日日有益那因为小牛不断长大那么有公的有母的然后又生小牛就这样繁衍生息嘛那么对放牛人来讲也有利益他时时都有牛乳可以喝嘛因为一直有小牛嘛长大成母牛嘛那么比丘亦如是现在讲到了其实就是那么出家他基本上那么在佛陀时代依赖的就是在家的四世供养由在家提供那么给出家做道疗那出家人安心的修道在佛法上有所体会那么再来利益这个在家人知道就好像你拿钱那么给这个医生去学医他学了完之后把他的知识拿来帮你治病类似像这样那么这些医生学完了之后那么就回头过来帮助这一些人告诉他怎么健康怎么不生病生了病要怎么办类似像这样然后比丘开始出家出家没有家嘛他也不能做不正命不正命就是他去赚钱也不可以那所以那么由在家来护持出家那么出家所以在家财施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就是生活的基本需求由在家提供那么出家修行之后那么让在家人得到佛法的利益因为在家人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佛法去修行这些佛法不懂这个道理或者资质上不够或者能力上不够或者时间上不够或者因缘上不允许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对佛法有多做深入的理解那所以由出家他专门研究之后他了解了透彻了或是他明白了他来告诉这些在家人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对不同的在家人有不同的教导法，就好像医生对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说法，那么病比较重的要怎么医，病比较轻的要怎么医，类似像这样。那所以他这个是在家跟出家，出家是法师以佛法来布施给在家，在家以这个世事供养来布施给这个出家，所以叫做财施，其实是这样，那这个是佛陀，应该不是说佛陀，就是在印度佛还没成佛以前，印度已经有供养沙门婆罗门这种习惯了，那沙门婆罗门都是专业的出，也不一定是出家，但是就是宗教人士了，那婆罗门有在家有出家，但是他也是专业的祭师了，那沙门基本上就是都是出家的，就没有家庭，而且沙门里面也有一些不正面的，有邪命外道，看天文啊、地理啦、算命啦，然后像这个的，那如果婆罗门的话，基本上就是种种的法会啦，那这个法会保佑人家，人家供养他啦，类似像这样，这是婆罗门的。所以他这里讲比丘也是这样，居士白衣居士就是白衣了那么几施饮食就供养饮食，一般来讲叫做四事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那卧具扩大来就是寺院就是佛陀时代盖寺院的这些经费基本上都是在家人出的那因为他们在佛陀时代是不捉持金银财宝的比如说毗舍区盖了一个鹿慈母讲堂那么就是用他的嫁妆的钱来盖的像竹林精舍那么也是这个国王王后那么大富长者盖的，像祇园精舍也是一样都是主要祇园精舍主要是几宿几孤独长者就须达多长者，然后应该就是这些国王那么七陀太子都有有贡献某部分类似像这样这些基本上都是为了要安身办道，那安身办道才能弘法利身，那道场就主要这两个功用，第一个内在的人能够安住能够休息叫做安身办道，让这个身就是出家众这些团体，身就是身团，让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能够身安住跟心安住，然后去修办这个道业其实叫做安身办道。那么这些人了解了真正的佛法，有正信有正见，那么他来告诉在教育这些在家人，那在家人有部分的在成为出家，就这样也是源源不绝然后就这样，那么有心在向解脱的就出家，没有的话然后也可以正果，出国二国三国也是可以的，那就这样源源不绝那其实所以一部分安身办道，一部分有能力的那么要怎么样弘法利身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他讲到他这里的重点在讲到，那么比丘受到居士的供养应该怎么样当知节量那么就是你要节制那要有限制的这个量就是要次数或是那个所得的东西你要节制，那么不令庆节则谈悦欢喜，信心不绝受者无法就是你不要那么一般来讲就是说他愿意布施，那你就一直跟他要那么会发生两种情形，一种就是因为他能布施，那么所以大家都去跟他要，那么他能舍所以给了大家他就没有那造成他自己匮乏，这是一种那这种佛陀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来看黑板有讲那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他自己很多所以有一种就是这样，因为他很富有，他大富长者，他非常富有，那么他会供养你很多，可是他要来出家你就不让他出家，为什么？你在家就好，为什么？你在家我才常常有你出家了你就不再供养了，我就没有了那这样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他要更上一层楼，你为了你的利益，为了你可以，因为他在家才可以大布施嘛，他出家了他就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掌那个经济权了 就是他们的儿女谁决定了，他就不一定给了啊。所以你就啊，为了你自己啊，能够得到更多啊，你就不让他出家了啊，这样也不好啊。那因为他能给，你就一直跟他要到他变穷了啊，这样也不对啊。所以佛法里面，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当知节量啊，那不要让他的就是让就是我们叫做竭泽而渔，就是你为了抓鱼把所有的水抽干，鱼都死了，那你抓这一次，下次就没有了啊，那也不行啊。那所以佛法里面从这里来讲啊，他有说到所谓的学家结盟。啊，这个我们等一下讲，先下课。
好，我们继续来看。那现在来看这个啊，他讲到这个学处的，就是学家结抹的问题。这里是讲到啊，就是说，因为比丘受人供养，要知节量，不令庆节，谈悦欢喜，信心不绝，受者无法。他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就要说到啊，像《一教经》里面也是这么说啊。《一教经》里面讲到啊，佛跟比丘讲，受人供养，去智除恼，无得多求啊，坏其善心啊。譬如智者啊，一样，他一样讲到啊，筹粮牛力啊。那这里是牛乳，这里是讲大智论是你要留乳，留这个母乳啊，牛乳，你要筹粮啊，那要留一些，要留乳与小牛。那一样，那么他说所堪多少，不令过分，以节其力啊，不令节气啊，一样。这《一教经》讲的其实就是这种道理。那这个在很多律典里面都有，十诵律也有啊，有一个舍卫城的舍卫国的这个大臣啊，那也一样啊。那这里讲更有力，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啊，就狮子长者啊，那这个狮子长者正得出国，舍不正面。啊，因为他家田地非常多，啊，然后他耕田致富，然后他卖很多东西。那后来他正出国之后，他有一些东西他就不卖了，啊，就是正面就是他有关于杀盗淫妄的，他都不做了。后来因为他觉得耕田也会伤害动物，啊，所以后来他也不耕，那个田都废掉了，废田废耕了。那所以后来啊，以他赚的钱之后。就赚他的钱来花而已，然后他又很会供养啊，就经常做大布施，所以渐渐做吃都会善空，啊，所以慢慢啊，然后就什么贫穷，就贫穷了，啊，因为他常常施三宝，而且供养都供养很多，啊，那么因为真的出国的人，他深切正见的这个因果，所以他很敢供养，也很会供养，啊，那这个时候慢慢就贫穷了。穷到啊，穷到三餐都不济啊，啊！但是他也没关系啊，他也很欢喜啊。然后后来这些婆罗门就急显啊，就急显。他说他信外道的时候，他以前啊，根据记载以前他是信耆那教的，他是耆那教的大护法啊。然后他信耆那教的时候啊，还一直很富有啊。然后但是后来信了佛之后就贫穷了。啊，就有这样的问题。那因为他很会供养啊，那所以他说信外道的时候家庭非常富有啊，富到流油啊。那么信佛的时候啊，取坦的时候，衣不掩身，食不充口，就家贫啊，就家贫啊。那么所以知道啊，那个世子就是不要去信取坦啊，释迦祖的这个。所谓的佛陀佛教不要信，信佛教啊会导致你贫穷啊。那当然这个并不一定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啊，那并不是因为啊他这样而贫穷，当然这个也有其中一个原因啊。那像我们在我会听见很多人说在说啊，那历史上啊护持佛教第一的梁武帝最后是饿死的啊，你看他布施那么大啊，那么修行那么好，自己出家几次啊，舍身出家几次，又受菩萨戒啊，又大供养，又他提倡吃素不杀生，受菩萨戒这么好，最后还是饿死啊，你看他功德在哪里。这样说是不了解佛法的啊。第一个，梁武帝是不是饿死啊，那是一回事啊，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说法啊。就算他饿死啊，你看一看他时间也不长，你看一看这个品婆娑罗王那个才是真正饿死。那品婆娑罗王是佛教的大护法啊，他是护持佛陀的啊，他也饿死啊，他不但饿死，他还被他的儿子整死啊，你看。但是你说这个是他的果报吗？没有。这个是他皈依三宝的果报吗？这个是他供养的果报吗？不是
因果佛法讲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过去有未来，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看。那因为我常常看到有些人就批评说梁武帝那么护持佛教，最后还不是饿死啊？那功德在哪里？不能就这样看。那你要这样看，你看品婆娑罗王，看波斯匿王，这两大护法，最后都是不好死的，那甚至这个佛弟子里面，目犍连跟迦留陀也，都死得很凄惨，那你说那这样，你说修道有什么功德？不能这样讲，这样讲就是你要知道因果有三世，所以我们要为梁武帝稍微发声一下就是说其实功德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说他饿死，那你就说他这个皈依三宝是没有意义的，那护持佛教没有功德，不是他后面做的事跟他前面做的事他各有果报那我们说你要这样来讲梁武帝，那就算他真的饿死了，他也不一定饿死这种历史上你看他不是一般人这样流传的，那就算他真的饿死那么他还不如还没有品婆娑罗王受的苦嘞品婆娑罗王更苦了但是他心也不悔。那品婆娑罗王人家后来现在怎么样了那你要知道好，所以他是我们由这个顺带讲的那么这个外道就说因为他直接从这个因就讲这个果嘛，他说这个因为他已经证出果了那么他证出果，那么他说你信这个佛教不是皈依处你看你皈依了佛你就家变贫穷了那所以佛法没有办法让你富贵，没有办法让你离苦没有办法让你得乐，不是这样子的因果关系不是这样直接看的。那么佛知道了这个机险然后就制定做学家结盟。那什么叫做学家结盟？我们之前也讲过，跟学家结盟相对的是富波结盟学家结盟，这个学家这个学就是有学出国二国三国都是有学，出国二国三国就是有学，阿罗汉是无学就是有学无学。那么学就是正果的人，学就是正果的人那基本上分有学无学，有学就是还必须再学，无学就是不用再学了我生一界犯成一粒，所作一半，他所做一半了，不用再修了所做一半。所做一半叫做无学，所做一半叫做无学，所做未半叫做有学，还必须再学，所做未半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所以他叫做学家，这个家是四姓家就是一般的家庭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就四姓家。那么出国二国三国叫有学，好，所以叫做学家那做学家结盟就是这位，那一时送力来讲夫妇都必须是正果的叫做学家，但是如果依实际情况来讲其实只要有一个人正果，他就算先生正太太没正，太太正先生没正那么基本上应该也可以算学。因为什么？因为先生他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先生正果了很会布施，可是他的小孩他的太太没正果了，他就会埋怨我都吃不饱，你都拿去供养沙门婆罗门但是他不太考虑这个东西，他考虑的就是他要供养然后那可也会有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应该也要做学家结盟，就是说大家不要，因为有时候饥荒，像有一阵子是闹饥荒没有得吃，所以大家都去，所有的人都去那里托钵导致他久了之后就变成贫穷所以后来佛陀就会制定就是如果未做学知道有这个人很会布施，布施太过那么就要跟他制定学家结盟就是一天只能有多少人去他那边应供，他有两种嘛，应供跟托钵嘛，然后他只要有他就会一直应供，然后那么佛陀会规定
如果他还可以，那么就会规定限制人数；如果他已经很穷了，就都不可以去，都不可以去，不可以接受他供养。啊，但是这个不是富婆，这个不是富婆结盟。啊，那么就是要保护他。如果他穷到自己没有得吃，要把他接到僧团来，让他做事，给他吃。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为了保护他，为了保护他，这个叫做学家结盟。那富婆结盟就是对于不恭敬的、不亲近的，那么基本上不接受供养。啊，那佛法里面有所谓的啊受供养跟说法。那么像戒律里面啊，那比较强调不说法，不受供养的比较少说，但也有啊，就你不亲近的，我不接受你供养，不恭敬的，那么不恭敬的也不会说法。啊，不受供养不会说法，不会说法也不受供养。啊，那么不会说法在戒律里面就像四分律里面就讲很多啊，所有的律都有讲这个啊，人持矛，人持刀，人持剑，人持盖，不当为说法啊，不应为说法，应当选啊，就讲这个，那非常多了啊，人在高处，己在低处，人在坐。人在上座，己在下座，不当为说法啊。那基本上就是不恭敬啊。说法百无禁忌，但是唯一就是他不恭敬。不恭敬心，你为他说法没有用。那他不亲近心，不亲近心，你受他供养，并不能增长他的福报。除非你可以教育他，那你不能增长他的福报，对他没有好处，那我就不接受。对我没有，我就去他家供托钵就好了。我不接受你的供养啊，因为你这样的供养，其实。对你没有功德，没有好处啊，只有坏处，那我就不接受。所以不受供养，不会说法，基本上这个是佛法里面的一个原则了啊，原则。好，那这个是佛就给他做学家结盟。好，那这个是我们说这个讲到啊流乳啊流乳这一条。好，那现在来看啊第十二条，好，我们来看啊，第十一条了啊，不是十二条，这个是第十条流乳啊，它总共十一条而已啊，牧牛十一法，第十一条，云何知养牛主啊？牛主就是牛王啊，这群牛里面啊，最主要的那一条牛带领的那一条牛啊，那么诸大特牛。那么特牛是公牛啊，那通常牛里面啊都是公牛在带领的，狮子啊、老虎也是啊，都是公的。因人守牛群故啊，这个牛王能够守护这个牛群啊，跟猴王一样，跟狮王啊、虎王一样啊，都一样，他能够啊守护这他整一群的人啊。那么应该好好的啊，那么养护啊，看护照护啊，不令雷兽啊，不要让它很瘦弱生病啊，饮以麻油啊，适以璎珞啊，就是内在要给它吃营养的、健康的啊。那它这里是以麻油来代替啊，说是这个是对它非常好的营养、健康的。啊，然后外表要给它不一样啊，装饰璎珞的装饰，啊，那标以铁脚，啊，要给它这个脚保用铁保护起来啊，然后让它更有力量，啊，那上面那个尖锐的磨刷撑浴蘸，啊，身体上的刷洗啊，那按摩刷洗啊，毛啊，那给它除虫，像前面讲的，然后心理上要赞叹。赞叹称誉啊，那么就是常常夸赞这条牛啊，然后就是身心上都给他一个照顾了。那么比丘也是这样，众生中有威德大人，那么对于那些有威德的，比如说舍利佛啦、目犍连啦、大迦摄啦这一些啊，那么僧团里面也有啊，都是有一些有威德的。有威德的，我们刚才讲过，有威德的就是很能影响别人，而且是好的影响。那不太受别人不好的影响。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哦，就是
一些小事情动不动他就发怒，动不动就受影响啊，这个人也受影响，那个也受影响，那个就表示他烦恼重啊。那烦恼重有两个，一个就是他过去累积的烦恼习气，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没有消除烦恼的方法，他自己没有办法，所以你会看他啊，出家前是这样，出家后还是这样啊，修出家的3年是这样，出家的10年还是这样，而且嗔心越来越重，贪心越来越重，烦恼越来越重，那就表示，这可以表示他没有方法，他的修行没有方法，啊，他没有方法，一个就是他不知道方法，第二就是他不知道下手处啊，他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者啊，他根本就没有在修行，或者他修行不得力，不得力是因为方法不对，啊，次第不对，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次第行、次第学、次第道啊，就是说你要第一个要先知道正确的方法，第二个要适合自己的方法，第三个要精进纯熟，所以努力让它变成习惯啊。那所以你一定要是先了解啊。那佛法里面一定要先解决方法正不正确的问题啊，那适不适合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问题。那正不正确就是观念正不正确，修行的方法正不正确啊，比如说佛法是无我的，你却认为最后要证得一个真我啊，那佛法解脱是没有贪嗔痴啊，你却认为啊那么这个解脱是见到佛啊，那这样其实都是一个错误的目标。然后方法来讲啊，比如说举个例来讲，要往生要信愿行具足，你却啊着重在有没有盖往生被，有没有念往生咒啊，那么这个方法就错误了。那一样啊，那么你有没有苦，你要知道苦因是什么，然后灭苦的方法是什么啊，那怎么样做到什么程度苦才是真正的灭了啊，这个你要知道。那你不知道啊，你只是念一个灭定业真言，只是念一个楞严咒，只是念一个大悲咒，然后就要灭一切苦，就要得一切乐啊，那这个不符合佛法，没有修行的次第啊，没有修行的这个原理啊，没有修行的宗旨啊，那只是想要得到啊灭苦这样而已，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苦，为什么会有苦，苦从哪里来，苦怎么产生，那怎么样才能真正灭苦？要灭到什么样才能不苦？啊，完全不知道，这个就是苦集灭地啊！啊，所以正三果断三结，什么正初果断三结，三结身见戒禁取疑，身见要断，一定要断戒禁取跟疑，疑就是对四谛完全没有怀疑，确认四谛的道理。确认佛法修行的宗旨跟理论，修行的次第跟方法，修行的殊胜跟功德，需要确定这个东西。你不确定，你都不知道，那你就一直修，也不知道在修什么，那就觉得心里面想就觉得可以啊，不是你想就有，也不是你希望就有。果报不是从期望中得来，果报不是从祈祷中得来，果报不是希望就有，不是啊，是意愿。一愿起修，这个修要跟八正道相应，要跟中道相应，要跟八部中道相应。如果你的修行没有，你的修行的所证的，你不跟八部中道相应，你修行的次第没有跟八正道相应，那么你就是无明相应。无明相应是不可能离苦的，因为无明最初，苦在最后，有无明才有老病死、忧悲恼苦。啊，无明行事，名色六路触受爱情，无明一定会有爱，爱一定会有造业，造业一定会感召生死，生死一定会有苦。那么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无明不除，苦不会除。那无明是什么？怎么升起无明？无明又引发什么？啊，那这个你都必须要知道。啊，那这个就是身心上的事，就是自身身心上的事，自身生命中不断升起的一个事，你都不知道，你只想灭自身上的苦，苦只是结果，苦只是结果，果从因来，啊，
那么要一次地你才能灭苦，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啊，那大家都要知道啊。所以那么有威德的人啊，生众生中有威德的大人，那么他能够怎么，他能够护益佛法，摧伏外道，就是他能够把正确的佛法然后告诉大家，然后让大家，外道就是什么啊，外道摧就是摧灭，伏就是调伏啊，能够让那一些外道的观念、外道的修行啊，那么不会衬入到佛法中来啊，那能够让佛法啊真正的啊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这个《法华经》讲，就是为了让众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真实利益，真实永恒的利益，而不是短暂表面的利益。有些甚至是表面是利益，实际上会受苦。看起来有利益，实际上没有利益啊。比如说杀生祭祀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有利益，实际上没有利益啊。那这种就是，所以有威德的人能够怎么样啊？能够护益佛法。那我们刚才讲啊，这有威德的人就是在佛法中啊，那么众生中有威德的大人啊，就是大人就是他比较啊。像佛啊，就是大人啊，像舍利佛、目犍连，也可以说身中正身中的大人，大迦叶啊、富罗那啊、迦旃延，这些都是啊。那么诸大善知识啊，那么这一些基本上啊，它存在很多众生就可以得到利益。所以人令八众得众诸善根，那八众它底下有解释啊，那么。我们看174页啊，这八种是沙门、婆罗门、刹帝利、天、四王天、33天、模范啊，那八种，这个是大智论里面有讲到所谓的八种。那么有一些是讲啊，这个在家出家啊也放在里面了啊，也有八种，就是刹帝利、婆罗门、长老、居士。啊，如果大波涅槃经里面的八部众，这里讲的八部众是沙门、婆罗门、刹帝利、天，啊，那么四王天、33天，啊，那么这个都是天众里面的，啊，那么魔，啊，梵，啊，那大波涅槃经里面讲的是，啊，属于天跟人，八众里面是天跟人。天是四王天、刀立天、魔天跟梵天，啊，四王天、刀立天、天魔梵，就是天魔梵。天魔梵里面，天就是刀立天，刀立天的将领是四王天啊，所以基本上天就是天魔梵。那有四众，四王天跟刀立天在天里面，啊，那这个魔王是欲界天的最高的，那梵天是。出产啊，那这四众，那这是天的四众，人的四众有刹帝利、婆罗门、长老、居士跟沙门啊，有这四众啊，沙门就有七众啊，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有五众啊，沙门有五众啊，那居士有两众啊，再加啊，优婆塞跟优婆夷啊，那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四众人的四众是刹帝利、婆罗门。啊，然后居士沙门、长老、居士沙门，这个是大波涅槃经里面的。这个大波涅槃经不是北传的，这个大波涅是阿含的大波涅槃经里面，他讲的八部众。那大智论里面讲的八部众啊，写一下好了，不然啊，要比较清楚。啊，阿含经里面的这个大波涅槃经啊，大波涅槃经有北传的跟阿含的。这个阿含的大波涅槃经，那么八部众，那个跟天龙八部的八部不一样哦啊，那天龙八部那个是另外的八部众啊，这个是天人，天跟人的八部众，天主要是四王天，我们就记天魔梵就好，天魔梵天就是道立天。啊，
那倒立天的守护倒立天的是四王天，啊，这都包括在天里面。在佛教里面，《阿含经》里面最常出现的就是四种天，啊，南摩啊，摩天，摩天是他化自在天，欲界天主啊，摩天，梵天，梵天是初禅。那佛成佛，佛成佛跟入涅槃的时候，这四种都出现，啊，这个佛要成佛之前啊，他来老佛，然后劝佛入涅槃。那这个佛成佛之后，啊，他请转法轮，啊，那佛出生的时候，梵天也出现，那倒立天也是，四王天也是，啊，这个现波啊，然后就是他们都各有来这个，在跟佛有比较大的关联啊，这是在四王天，这是天。那人有四种，基本上他是沙门、婆罗门。刹帝利，就是国王了 啊，就是这些护持，比如说这个频婆娑罗王啊，那波斯匿王啊，莫莉夫人这一些，然后就是长老、大德、居士，啊，那只要是居士啊，那有在家有出家，啊，那沙门里面啊，就是出家的，沙门、婆罗门、刹帝利。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沙门里面啊，这个众里面有五众啊，这个女众的有三众，男众的啊，男众的比丘跟沙弥啊，女众啊有比丘尼、沙弥尼、比丘尼、沙弥尼啊，然后四叉摩那里。啊，比丘尼、沙弥尼、四叉摩那里，啊，那婆罗门啊，也是啊，是有些是，这是他的种姓啊，是沙门、婆罗门有转成这个佛教的，啊，那么八部众，这是《大般涅槃经》的。那我们可以对照这个，对照它里面的注解，啊，《大智度论》卷二十五里面，啊，那么师众中师之后，啊，为这些人说法。啊，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但差不多了啊。因为他这里讲的天众啊，那么已经有33天，就是倒立天啊，四王天、倒立天、摩跟众啊。那天众其实是包括这里的天众，其实是包括四王天、33天、摩众、梵众啊。那还有人啊，沙门、婆罗门、刹利啊，那么长老、居士啊，啊，基本上是这样的。好。啊，要不然你看这里会觉得啊，这个天众就是后面又包括四王，其实这个天众是指这后面这四天啊，四天啊，然后前面沙门、婆罗门、刹帝利啊，然后还有居士啊，就在家出家，然后沙门、婆罗门啊，然后在家是刹帝利跟居士、国王啊，好。啊，我们再仔细看啊，那再往下看，他说：“人念八众，得众诸善根，随其所宜，恭敬供养。”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说这个比较有威德的人，他能够摄受比较多的人，那么摄受比较多的人，能够影响比较多的人，而且有比较深、比较好的影响。啊，这个就是有威德，有深、比较深、比较好的影响。那么这条牛在这个牛群里面能够影响其他的牛啊，那么很多的牛会跟着它，那么这条牛要好好照顾啊，其实是这样的。那么那我们来看这个杂含1248经，那么这里也讲到类似像这样的啊，1248经，那么1248经里面他说，他也举到王舍城里面啊，善牧牛者啊，就非常善于啊，养牛的牧牛的人，他基本上啊，那他会啊，他会怎么样呢？就是要过这群牛要过河，这群牛要过河啊，这条是生死河、无名河啊，《会合易经》里面说的啊，那生死河、无名河啊，水流湍急。那么这群牛，这很多牛要过河啊，很多牛要过河啊，那么过河。
然后一群啊一群，他说出流时啊，这刚开始要过渡这个河流，要渡河流，它有几个次第啊？第一个，第二个，啊，先次，然后后，然后最后啊啊，基本上第一个啊，先驱大鸟，人领群者啊，那就是前这里讲的就是啊，你要先，这里讲的是先照顾好那头大鸟。这头大鸟自然能够带领这些鸟往前，因为他知道他有智慧啊，而且他有力量，他有力量，所以这个水流很急，他知道在哪里啊。我们说渡那个口，知道从哪里，因为他有经验有能力啊。那但是一定有水流，水流很急，他要怎么样过啊？这条鸟啊，那么你知道的人啊，那么你先把这条大鸟领群者啊。啊，基本上就是能够这个牛王啊，牛主啊，啊，这里讲的是先把它照顾好。那为什么要把它照顾好呢？啊，因为它能够影响其他的牛，啊，所以他说怎么影响呢？啊，他善牧牛的人先，这里讲的是先让这一条牛渡河。那条牛你照顾好，它才有能力嘛。啊，然后你那条牛生病了，那就没办法了。啊，断其急流，因为它很大。他挡在前面，那么这个水他冲不走他，烦恼来冲不走他。如果很弱的人就跟着起烦恼啊，这个你看这个寺院里面那个主事者很弱的话，动不动就起烦恼，底下的人也会起烦恼，因为他的智慧更弱，他的烦恼更多。那么底下的人起的烦恼，下面就跟着起烦恼了啊，那就变成这样啊。那么断其急流啊，就是他能够抵挡，能够断除那些比较粗重的烦恼啊。那么然后是驱第二多力啊，那么第二有力的跟在后面啊，然后最后比较瘦弱的跟在后面，然后最小的小牛跟在母牛后面，比较瘦弱的牛公牛，然后公牛母牛，然后这些是其他的比较弱的母牛，然后是小牛，然后它水流它挡在这里，它顺着它走啊，所以它就能够把这整个牛群都怎么带过这个河啊。那这里流急流当然就是什么，就是烦恼啊。那这里杂含一二四八经里面说的就是啊，那么这个是证阿罗汉的人啊，阿罗汉带领，然后另外啊第二多力啊就证三果的，然后比较瘦弱的，比较瘦弱是二果的啊啊，然后落后就是什么啊，那么出果的啊小牛啊，那我们没有证果的就是一生四病的啊，有一生多烦恼就不能过，一定要跟在这些阿罗汉后面的，一定要跟在这些阿罗汉正出国、二国、三国啊，然后这些那没有一定要跟着法啊，因为那个依法啊，所以自依止法依止啊。那么他来了也是告诉你你要怎么修而已啊，他是依法得正果的啊，自己依法修行得正果的，所以他这里说到啊，说到其实就是说他有个次第。啊，那么先这个人善根深厚，先让他证阿罗汉，这个阿罗汉就会去度其他很多人啊，然后再来啊，就度这个三果的，度二果的，度出果的啊，先这样。好，那这个是，所以他这里讲啊，得众诸善根啊，那善根其实就是我们说过无贪无嗔无痴主要的三善根，或是佛法中的信尽念定慧，随其所宜恭敬供养等啊，就是这个人啊，那么有威德力啊，有智慧啊，有戒定慧的威德力啊，那么能够向解脱啊，那么能够有得解脱了，有解脱之见，那么要照顾好啊，随其所适宜而恭敬的供养啊，其实这样。那这个是整个是十一个啊，就是牧牛啊，牧牛人十一法。那重点是讲修道啊，是怎么修道啊。好，放牛人闻此语啊，这个放牛人听了这个话，心里面这么想：我等所知啊，我们专业放牛户啊，他们专门在放牛，我是专业的放，我们是专业的放牛户，放了那么多年，我们知道的也不过就是三四件事。这个人没放过牛啊。他说放牛失败啊，我们的老师
啊，教我们放牛的这些人，那比我们知道多一点，也不过就是五六件事，啊，那么这个人就是佛陀啊，他也没放过牛，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件事，比我们还多啊？经文此说叹未成有，因为他讲了十一件事，啊，他说啊，就算啊，这个放牛师辈就是我们的长辈啊、先辈、前辈啊。那么也不够啊，就顶多也知道五六件而已啊。那我们知道的专业的也不过就是三四件啊。这个没放过牛的悉达多啊，竟然可以讲到十一件啊。若知此事于意皆耳啊，这种他没做过的事他都知道这么详细，其他的不用说了啊，那一定是都知道的。所以十事一切智的无复疑也啊，不要再怀疑了啊，同理可证啊，不用再怀疑了啊，是一切智的啊。是今此中应广说，以是故知有一切智人。好啊，这个这部经啊，就牧牛经了啊。他说此中应广说啊，那真的广说又更多了啊。像我们解释大概就是啊，类似有点像广说了啊。那我一直以为啊，就是我们虽然在讲大智度论，但是最重要是从大智度论中了解佛法。我们不是只是要把大智度论讲完啊，或是啊让大智论知道大智论中的种种解释的名相，不是。我们学习佛法从来不是为了增长我们的知识，那炫耀我们学过什么，而是从每一部经每一部论中确定我们在学些什么，我们应该修什么，我们从修行中可以得到什么。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确定的是，我们在学习的每一部经每一部论都增长我们的智慧，而不是累积我们的修行，确定我们修行的目标跟方向，那么了解修行的方法次第啊，而不是只是增长知识。我们要增长的不是知识，不是对名相的掌握，要增长的是智慧以及对修行的掌握啊！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哦，要把大智论读过一次就好，不是。你读到哪里，这些法就帮助你到哪里。你看到哪里，思维到哪里，你的修行就提升到哪里，你的境界就宽广到哪里。你要这样啊，所以我们不急着说哦，我要把这个东西讲完，不是讲不完，其实没关系。可是重点是，你听到哪里，你就帮助你到哪里。你每次累积的都是智慧，不是知识。你可以忘记大智论讲些什么，但你非常清楚你在修些什么。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课的目的了，要跟大家讲。好。那现在说到这个啊，我们是借这个经论，像龙树也是这样啊。龙树，你看他一如是我闻，他都讲了那么多啊。那我们简单讲，就如是我闻，我就这么听佛说过，那简单而已。但是他借由这个文字，借由这个文字表面的文字，来提升你的智慧，来让你了解修行的次第。啊，那知道怎么增长你的智慧，告诉你怎么修行，其实是这样子的。那看起来只是一个问题，其实不是。这些问题都借着这个问题让你掌握佛法啊，掌握佛法的根本，掌握修行的次第，然后能够累积功累德，得到修行的智慧啊，其实是这样的。好，我们再往底下看第二个，外人对一切智人的问难。他说：“不见一切智人故，应无一切智人。”啊，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对佛是不是一切智人的怀疑啊。那么他说：“世间不应有一切智人，为什么？没有见过一切智人者啊。”好，他说：“龙树这样回答，不，不是这样的。不见有两种啊，你不可以因为不见就说没有。”因为他没有见过啊，那他就说没有啊，那所以他说第一个，他说你不见有两种，第一个是事实上有，但是
你没有那个因缘啊，因缘复故不见啊，就是世间有没有解脱者，世间有没有菩萨，有没有佛啊啊？像今天早上还有人问我，真的有因果吗？真的有轮回吗？哪里看见的？为什么？如果有啊，让为什么？为什么如果有因果，为什么不让我知道我过去生造了什么恶业？我也甘心啊！啊，这不是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因为，啊，因为不见啊，他不相信有生死吗？有解脱吗？有凡夫有圣者吗？啊，有善业有恶业吗？善业有善报，恶业有恶报吗？啊，这个是最基础的四种证件嘛。好，那但是有些人也没见到啊，啊，真的有吗？啊，所以他说以因缘复故不见。你没有那个因缘啊，所以你不见了，啊，就是那个，就是你障碍住啊，覆就是障碍住，啊，覆盖住了，啊，那么因为因缘复故啊，因为有因有缘啊，所以你不见，那有因有缘你可以见啊，比如说譬如人性足出，啊，那么人性就是人最终就是你的祖先，你的祖先从哪里来的？你的祖先是谁啊？你见过吗？啊，你也没见过啊，啊，你的爸爸、你的爷爷，啊，那你爷爷的爸爸你可能见过啊，三代、四代、五代，好了，给你到五代，五代以上你就不见过，你就不知道了，啊，你说你是曹操的后代，曹操你见过吗？啊，你说你是杜甫的后代，杜甫你见过吗？你说你是皇帝的后代，皇帝你见过吗？啊，你也没见过，对不对？啊，那所以他说，譬如人性逐出。啊，那你这个种族从哪里来的啊？啊，那么这个你见过啊？不然你怎么说他是最初的啊？当然现在验 DNA 有些可以厘清啊。那雪山斤两啊，雪山就喜马拉雅山，到底有多重啊？那你也不知道啊？那你不知道，你不能说雪山不重了 啊雪山实际上很重啊。那这个雪山到底有多重？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了。不过这个世间还真有人去看地球到底有多重，啊，那不晓得他是怎么称的，我们不知道了。啊，不过他用一个方法说，地球大概有60万亿吨，啊，就有一个西方人，啊，那么他去称这个地球大概有多重，他怎么称的我们不知道啊。不过就是他是用一个方法说地球大概有多重，啊。恒河边沙数，恒河沙到底有多少？你也不知道啊。但是它有没有确定数量？有。地球有多重？啊，不是说地球，雪山有多重？你也不知道啊。但它事实上，它有没有一定的重量？有啊。恒河沙你不知道有多少粒，但它是有限的啊，它也可以算得出来啊。你真的算也可以算得出来啊。那么它有，所以它有，确定是有。雪山有多重？确定是有。有一定的重量，啊，那么恒河沙有多少粒，那么也一定是可以算得出来，有那个数目一定是有的，因为它就那么多了。不要说恒河沙，就全地球所有的沙都可以算出它的数量来，啊，一样啊，它因为它有限嘛，啊，然后所以有而不可知，啊，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太多了，超过我们的这个知道的范围。啊，没有那个数字来形容它，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不知道不是它没有，这里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的事不是代表它没有，啊，而是它一定有，但是因为超乎我们能知道的范围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啊。那第二个就是实在是没有，啊，这种东西是实在没有的，所以你不知道。比如想啊，所以无故不见嘛。第一个是因为因缘复故啊，就是你没有那个智慧，或是那么超出我们所能知道的啊，那么所以他说这个无故不可见，就是他本来就没有，所以你见不到啊。第二头第三手啊，我们人只有一个头嘛啊，你没有第二个头，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第二个头啊。那我们只有两只手啊，所以你看不到你的第三只手。那么实无因缘啊，无因缘复啊，没有因缘所复，就是他有，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让他没有办法知道啊。就好像这个布底下盖了一个东西，他盖什么东西啊？我们不知道啊。那现在我们看的是盖了一个桌子，这个布底下啊，
那么这个铅笔盒里面啊，里面有什么你也不知道，但是只知道有铅笔，有几支铅笔你也不知道啊，除了铅笔还有什么啊，你也不知道，要打开才知道啊。那么一样啊，有因缘覆盖啊，就是障碍住了，让你看不见啊。那一个是它没有因缘障碍覆盖，它就是没有啊。那因为没有，所以你才不见。那因为这个外人是说，是没有一切智人，所以我没有见到，所以是没有啊。实际上没有一切智人啊。他说不是的，你不见，你见不到，不代表就是没有。有一个字，你真的是没有，所以你见不到。一个是有，真的有，但是因为有其他的因缘障碍住了，所以你见不到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跟你讲啊。那么他说非无一切智人啊，那他是基本上说，像第二头第三手无因缘覆而不见啊，你不用因缘覆盖，就是不用其他的条件，不用其他的原因，你就是没有任何人都见不到啊。如是一切智人因缘覆故如不见，你之所以不见一切智人，因为你没有智慧，你哪里知道他是一切智人？所以并不是没有一切智人。何等是覆因缘，就是什么样覆盖障碍住你不知道有一切智人，未得四性。四性是四不坏性啊，他我看他底下的注解啊，对，也是写四不坏性啊，就是你对佛法没有确切的信解，没有正信啊，四不坏性啊，佛法身见四不坏性，心着恶邪，你有恶见有邪见，以是因缘覆故不见一切智人。啊，所以有些人说，那如果为什么有因果有业，我为什么没看见？啊，等到你有智慧、你有定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业相，你可以预见。预见就是这个人，啊，比如说提婆达多会堕地狱，你怎么知道他会堕地狱？我为什么没看见？啊，你没有那个智慧啊，你没有那个能力看见啊。像佛陀或其他人就知道，哦，这个七天都会堕地狱了，啊，这个人死后去哪里？啊，比如说入住优婆夷的叔叔跟父亲，入住优婆夷也看不见啊，他求他去问佛啊，佛是看得见的啊。他说我的爸爸修梵恩，我的叔叔啊不修梵恩啊，他们两个都修行，死后到哪里去了？佛陀跟他讲，两个以后都升到两个都证恶果，他们现在是什么境界，然后到哪里去？佛陀就跟那个入住优婆夷说，你的叔叔跟你的爸爸，他们两个是兄弟吗？都修行哦，那一个重戒，一个重慧，一个重戒，一个重慧。那么这个入住优婆夷很好奇，可是他看不见啊，啊，他也不知道他的叔叔跟伯伯都层次到哪里，那么现在人在哪里啊，也不知道啊，所以他看不见啊，他看不见这个果报啊，啊，所以他就去问佛，两个人都往生嘛，前后往生嘛。佛就跟他讲，你的叔叔跟你的这个爸爸，两个人都证恶果，都升到倒立天，升到多帅天，两个人都证恶果，升到多帅天。这个入住优婆夷就很疑惑，我的爸爸修梵恨，我的叔叔不修梵恨，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证恶果，都升倒立天？这样没有业，不符合业报啊！啊，因为我的爸爸修梵恨呢？啊，那么不割五娼妓啊，那么这个他离欲清净呢？那我的叔叔没有，为什么两个人如果有业，为什么两个人果报是一样，有业有报啊？啊，佛陀就跟他讲，你的爸爸重戒修梵恨，你的叔叔重慧，那两个人啊，那么一个以戒成就啊，那么但是慧比较没那么成就，升道立天；一个以慧成就。那么戒不成就，也升多少天，两个人都升多少天，就好像啊，考试了有五个科目了，啊，一个国文90分，一个数学60分，那么一个数学90分，国文60分，两个人都同分数，都登到那个大学。那你只说啊，我的爸爸国文那么好，为什么也录取那个台湾大学？我的叔叔国文那么不好，为什么也录取台湾大学？你的叔叔国文不好，数学好啊，是不是？你的爸爸国文好，数学不好啊，两个人分数一样，当然都录取那个大学啊，那一样啊。
那佛陀就跟他讲，所以他不了解嘛，他看不见嘛，他也不知道啊，他看不见业啊，他也看不见那个果报啊，他佛陀看得见啊，啊，所以这个业相，那基本上他这里讲啊，那么你未得四性，心着恶邪，已是因缘复故，不见一切智人。你没有智慧，就算一切智人出现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他是一切智人。啊，像那些牧牛者，他也不知道佛是不是一切智人啊。可是听佛说法之后，他相信佛是一切智人。第一个从佛的光明来看，外相来看；第二个从佛的内在，他能够把他没放过牛，而且他能够把放牛说得这么仔细，其他的可想而知啊。所以他认为有一切智人啊。那这里是在讲，那我都为什么如果有我看不见啊？那都如果有业报啊，那今天早上就有人问我啊，如果有业报，为什么我看不见？看见了我不是比较好相信吗？啊，不是啊，你有因缘所缚啊啊。你努力修行，你也许可以看得见，啊、真的 啊你有神通，你也可以看得见 啊那神通、宿命通、天眼通，你就可以知道了。哦，这个人为什么受苦？这造了什么业啊？你大概可以知道啊。那你用智慧也可以知道啊，什么业是什么病是什么业来，什么业是什么烦恼来啊？大概也可以知道啊。你眼睛痛啊，那一定是你对眼睛使用不当。你的手背痛，那一定是啊，比如说你有网球肘，那你一定是打球的时候太过用力，啊，类似像这样，啊，那你面黄肌瘦，那表示你营养不良，啊，那你水肿啊，表示你肾不好，反正这种东西是可以推的嘛，啊，那从外向看也可以大概知道，所以他这里讲，看不见不是没有，看这里在讲看不见不是没有，看不见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看见，啊，或是。真的没有，所以你看不见。那有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以看见啊。那你没有，你不没有见过一切智人。你说那我也没见过阿罗汉，阿罗汉在你面前你都不知道他是阿罗汉，对不对？那你哪里能看见？你都不晓得什么叫阿罗汉，你那些智慧都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是阿罗汉啊。阿罗汉不会跟你讲，哎，我是阿罗汉，他不会这样讲啊。啊，所以因缘所缚，因缘是什么？因缘就是你的心有恶见，有邪见，你对佛法没有信心，你哪里去见一切智人啊？你哪里，你因果都不见，业报都不见啊？你哪里去见一切智人？就没有正见了啊！那所以这里是在讲这个东西。好啊，这时间到，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底下都是围绕着一切智人在说的啊，那后面还有二三四五。啊，总共讲了五点啊，我们现在讲到第一点而已，第二点而已了。好，啊，第二点下面还有一个啊，就是第二点下面有整个三四一二三四五，第二点下面有一二三四五，我们第二点的第一点而已。好，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